这无情无义的脚手，那不是我一时看够鬼，也是对真正变作孤魂野鬼了，根本都不是人。就是因为你自私自利，那么雄心自责，你根本就是一只歹鸟的不孝子呢。我已经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押表，请相关的人员过来配合证词。当初你是安怎拄着宋林芳的？这代志跟你无关系啊！你挑工在问这，是有啥物目的啊？我跟宋林芳无见过几摆面，伊的表情态度甲一台受案完全无相共，伊要哪可能是我的受案的？我想起来啊，是白汉良因甲我刷来遮的，我袂当继续躲在遮。我看到你了，这代表被开打吧。起来啊！起来啊！起来啊！在白汉良进行之前，我爱赶紧要离开这。当初那个案件在保海内面，你怎怎救起来？我一个较早实习人救起来。你敢会记得江崇龙？你是我感动一个客家的囡仔，是欢宇集团总裁。我是你害，都是你害！你若真正哦。有要好啊，对我做代，听我的，真爱袂变到变安尼啦。阿爷这娘软脚，嘛是整着你。伊一定是拍死，嘛要认输的人。就算树叶破散，众叛亲离，家破人亡，伊嘛赶快经过地。到底要过什么时阵，你的心才会这么疼？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们去哪里？我是小 S， 我是台湾熊市有发上陈美凤，我是黄静莹，我是郑慕辰，我是孙艺腾，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，我是艾薇，我是蓝安，我是魏轩，我是林真义，我是志新，我是陈君，我是陈周一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、okay,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